各位校员，请就坐下，咱即马开始来上课。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即马即个时间吼，由我来甲大家分享一寡咱未来对台湾的一寡愿望。台湾和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党政府，甲台湾统治68年。68年这个中间，台湾本来为一个世界足进步的国家，和日本建设个世界一流的国家，伫台湾捌开过博览会，和全世界的人来遮知影台湾建设了真好，真进步。台湾的教育。足侪方面拢比世界一寡国家较进步，但是68年来，台湾即马变作安那？咱即马电视拍开，收音机拍开，所听到的，互你有一个感想，即个台湾差不多用要变无政府去啊！一个行政单位的行政的作为。含黑社会伫帮派、伫械斗、伫争夺，完全一模一样。无一个法律，完全用武力，完全足粗鲁的手段。昨检察总长黄世民，伊有伫电视内底，甲全台湾的百姓分析咧，伊讲一个。理由我毋知大家听会入去无？因为监听的电话的名单内底，有一支电话是立法院的总机，这是所有不管你是啥物机构，差不多即马拢用即个方式。譬如讲，我正伫学校教册，我为学校敲一通电话出去，这通电话显示的加一支号码，伊毋是学校。迄个总机的号码，这所有的单位，大家拢是安尼做。伊即马去用抓到，伊伫监听迄个出去迄个电话是立法院的总机的电话，就是去代替号码。公共半波讲这伊毋知影，讲到尾佮知影讲这袂听进，敢是安尼？特征组毋是咱台湾遮个。听讲上高的检察官所组成的一个单位吗？伊连这足基本的社会的认知都无吗？谁人爱经过一天了后，会再讲一个讲法？下暗九点确定用第二个讲法。那这到底是从啥？坦白讲，你也有一个常识，你根本无法度接受这款的讲法。台湾目前就是像安尼，台湾目前就是无是非，用白贼你来暗砍足侪代志，你要接受无？你唔接受，无你是变哪？你用鞋仔要甲我牵，你也牵袂到；你甲我骂，我也听袂到；你阁啰嗦，爱就甲你掠起来；你阁啰嗦，你要抗议，伊就甲你掠起来。即马社会已经用要转去白色恐怖进程。迄款的社会气氛，伊要就是甲你掠起来，无就互你遐黑白讲，伊也歪插你，伊嘛袂改。台湾已经变到遮尔啊，互大家无信心的一个所在。咱根据国际法，用法律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。未来台湾伫足紧的时间底，咱会。完全改变这个政权的结构。咱未来接到政权以后，咱明仔咱来重新伫这个国民党吞打68年这个台湾，重新来做起。台湾人今仔日所拍拼，咱一只上课，咱一只组织，
咱等于周内底每一礼拜演讲，每一礼拜处理讲说明，一个目的是啥？目的就是要改变即马台湾目前和中华民国统治即个无合法、无正常的状态。啊，未来咧，咱追求的敢是加台湾人要管理台湾人即款的目标呢？今仔日啊，总共是目标只安尼简单，中华民国即个中国人甲赶出去，咱家己哦，少少的开始用咱家己的想法来管理台湾，来处理台湾的事务。安尼，咱大家都有法度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吗？咱来看菲律宾。菲律宾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伊本来是殖民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作者即款的殖民地，因为联合国的成立，尊重遮个人有权利。你若要成立一个国家，你有法度伫无主权的状态，遮殖民地拢无人建立过主权，所以因有迄个权利。依照主民主权，在这个所在，因这些人组织一个政府，甲世界宣布因要家己管家己。以这个政府和世界承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新兴的政府。菲律宾人脱离殖民统治的时代，家己管家己。菲律宾家己管家己了后，结果是啥？咱当目睭金金看到伊的变化，菲律宾家己管家己了后，早期伊比中华民国管台湾经济更加好。啊，过来咧，过来，你就看到一天美国的直升机停伫菲律宾的总统府头前，叫马可斯上飞机，甲再走，因为菲律宾人家己管家己管到尾啊，腐败、竞选作弊。家己管家己代表一定的幸福美满吗？坦白讲，不一定。菲律宾到即马，足济因的国民大学毕业，要去来吃头路，去做飞劳，去别个国家去做人的劳工。啊，做人的劳工，伫别个国家都随在人要安那个创治。啊，所以家己管家己，无代表咱未来台湾就会变好。咱即马伫遮组织来遮受训练，未来是要做台湾的公务人员，替台湾人来做代志，替台湾人来建设，领导台湾人来建设台湾这块土地。所以咱即只每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想法，未来台湾人要建设这个土地，必先做什么款的政治结构、社会状态。咱的目标伫倒？咱的标准伫倒？咱的标准呢？可能讲啊，我就想讲安尼好，安尼就拄啊好就好啊。啊，安尼，我敢甲大家保证，台湾无可能会好。咱今日个目标也无设定较悬的。譬如讲，你设定100分，你可能无法度做到，拍一下折，你嘛做到80分。你若设定60分，无小心拍一下折，创40分。所以今日去。咱对台湾未来五望的目标，要用三组标准。即将我提出来一个啊，大家共同勉励一个想法。咱未来要用世界一流的国家来做标准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就来看，咱即马含世界一流的国家距离有偌远？咱差人差偌济？伫60年代到80年代这中间。台湾是亚洲4-0的头，啊，即卖已经粮拢算无着，算溜去啊！就这已经足侪国家已经站伫台湾的头前。咱未来要用什么款的想法来界定讲什么叫一流的国家？咱的目标要设定伫倒位？我即卖用四个方向来和大家探讨。第一就是讲经济。经济歹，大家赚不食，其他的拢免讲。大家也无多食饱，无多有啊，加出来的钱，加出来的经济力，其实讲要提升什么素质，真困难。所以经济一定要好。啊，经济好就好吗？咱即摆看世界真有钱的国家，比如讲沙地阿拉伯，因为有石油。哦，啊，就赚迄足轻巧的钱，挖出来，
啊，就啊用换现金，因扫利阿伯的国家台读个大学，包括留学。我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，我有拄到沙特阿拉伯去英国留学的学生，因完全拢公费，而且因摕奖学金比阮搁较济。但是因为一个规定，讲你也无摕到，譬如讲你出来是要读博士，你到尾无摕到博士学位，你就知死啊！你等下去抓去关，你钱也无认真读册。啊，因的法律是安尼，伊钱拢无限供应你。只有钱的国家，我有一个朋友去。阿拉伯其中一个小国家，去啊啊，人家邀请去做专题的演讲。伊讲，好大迄间饭店内底金属的部分，全部拢是金啊做的。这么有钱的国家，规个国家金饰是多啊，有的是钱。咱会感觉这款国家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吗？所以有钱，无代表这个国家会向尊受到尊重。所以第二部分，咱来讲文化。咱台湾和世界一流的文化的水准距离有多远？第三，咱来看国民的能力。国民的能力其实就是咱啊、经济甲文化一个基础。咱来看讲，咱台湾人有够无？咱台湾人有迄个才调，要变作世界一流的国家无？咱台湾人即马所表现出来这个能力。是真正人感觉讲世界一流国家人民所拥有的能力吗？啊，是咱的能力只不过是一个技术人员哦，你物件做好做啊，但是你无思想迄款的能力，咱确定来探讨。第三、第四就是人的素质，足巧，咱伫这社会上嘛，定来看到一寡足巧、头脑足好，但是心肝浓毒。为非三者的人，什么叫做人的素质？咱未来台湾要建设成什么款人的素质的社会？咱这四点啊来共同来探讨。第一点，就是经济。咱要发展经济，咱距离世界一流的国家经济的能力差多远？这是2012年啊，182的国家的 GDP。的排名，台湾排世界第37，啊，做上做是袂歹嘛吼，那即迄个前半段的，但是咱来看，其实你也看 GDP 的数字，全世界 GDP 加加密密麻麻一大堆，所以咱算20000多块美金，伫这182个国家内底，算生活过了袂歹，但是咱来看一寡咱感觉。好的国家，美国48000，澳洲66000，要到70000。其他国家咱卖比，因为其他国家较歹比。GDP 是安那算 ？GDP 算人头，你有几个人，每一个人有法度赚偌济钱？澳洲伊的人口含咱差不多，伊嘛是2000多万人，台湾嘛2000多万人，平平人，是啊，伊一个人人赚的钱是咱的3倍。咱2000多块美金，伊赚60000多块美金，咱的3倍外，啊，到底因是安那赚的？咱来看讲，当时啊，比咱赚较济钱，平平共一个人，因赚比咱较济钱，因安那赚来？你也去分析澳洲因啊、经济 GDP 的三星的这个啊、产业，其实伊70%，当时迄款叫做高。附加价值的这款的产业，迄款服务业，啥物叫做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？简单讲，比如讲啊，你也要去澳洲佚佗，啊，你也爱开啥物钱？在澳洲你会去佚佗，你会想要去看啥？澳洲有大堡礁，澳洲是南半球，南半球和北半球有一个足大的差别，生物完全无同款。我捌去澳洲的布里斯本，布里斯本伊的纬度都和高雄差不多，所以高雄北纬20几度，布里斯本都南纬南半球20几度，所以气候足相像的，湿啊个热，热天的时阵，啊但是你去遐看布里斯本，你看伊内底树啊，内底生物，内底自然的景观，
和台湾完全无共款。其实你和北半球足侪所在拢无共款，所以伊有足特殊的所在。大家伫北半球看那飞，看那去别个国家，拢无法度看到的景致，你伫南半球看到，所以一寡风景对澳洲来讲是孤寒独凄，你一定爱去遐去看得到。而且你也不够远的，飞去纽西兰，哎，佫无同款风景，因为纽西兰是纬度落较南边，伊所有的生物的状态，佮含温度较悬的所在完全无同款。咱拢知影温度较悬的所在，热带雨林生物的种类哦，足侪足侪种。啊，如果纬度较悬、较寒的所在，生物的种类就都较少种。所以澳洲都伫迄、那个热带加温带中间，所以伊有足丰富的生物，予大家去遐观赏，足奇卡的。这伫北半球看袂到的生物，所以伊有即、這个特色，吸引全世界足侪人会想要去遐观光。啊，去遐观光了后咧，譬如讲你想要去大堡礁。听讲大堡礁有只大只石斑，迄只大只石斑哦，大家拢爱叫翕一张相，代表你即世人啊无白来哦。又含迄只大全世界上大只石斑翕一张相，安尼即世人就有价值啊。你为着要含迄只石斑翕一张相，你要开啥物钱？第一，你一定要坐无人机，然后我卖坐澳航，我坐迄个长龙无人机票钱予长龙谈，但你无人机就。澳洲的飞行机场，伊都爱交税金吗？你的飞行机票钱内底有一部分，就是这飞行机公司飞落澳洲的飞行机场前，爱交予飞行机场的一个手续费。因为你落飞行机开始甲你收钱，你落来开始食的，哦，住的。啊，你讲咱今仔讲要来大堡礁佚佗，大堡礁唔是伫哦车坐会到的所在。第一，你要去租船，要去坐船啊去，大概要坐一两点钟。好，坐船去，你敢知影要去来看？你唔知影，所以你要请导游。啊，请导游就是唱水的导游。啊，唱水落，你唔是讲啊，穿一件游泳衫就落去啊？哦，你要落去甲看迄只石斑，你必须要有装备，装备爱甲做，足少人有家己带装备去。遐装备拢足重，迄贵阳区排排车要甲五十公斤，哦，你啊可能去背五十公斤的物件去，无迄个价值。所以大部分重的物件拢是现场去共租就好。你共租爱钱，去到遐坐船爱钱，租教练爱钱，住爱钱，食爱钱。啊，所以你去一段澳洲，你无可能讲去当天来回澳、哦、大堡礁，像有人讲去法国的罗浮宫去看迄个蒙娜丽莎，你罗浮宫五分钟，你倒到甲罗浮宫两个上界重要的位图。翕一张相，代表你有去过罗浮宫、大堡礁，你无法度安尼佚佗。啊，所以安来来去去，上无多待七八天。安尼全世界一年哈济观光客去遐，和澳洲趁钱，莫怪人有法度趁这一钱。啊，迄只石斑嘞，迄只石斑，互你翕相翕了，迄只石斑搁伫倒，嘛是搁伫遐。台湾对这个海里的鱼仔的做法拢是安那煮较好食。拢想着讲这個，这运动爱用蒸的，还是用炊的，还是讲要安那料理？啊，叫过咱的鱼啊，水的鱼啊，甚至拢伫海鲜店面顶，海鲜店的肚仔内底，搁食活的吼，安尼较生猛。咱台湾对这的做法，含澳洲，人这一世界一流的国家的做法，遮尼啊无同。人甲遐的伊的天然资源利用了。啊，有一批观光客继续搁利用，咱台湾嘞所推荐的，就是咱来食黑尾，食一尾就是无一尾。啊，黑尾要大要生团，迄个速度根本对袂到咱人想要甲食的速度。所以未来咱的经济，咱来思考好，咱是要予咱的未来子孙是伫住伫像公园迄款的环境，还是像工业区？同款的用赚钱哦，同款用赚钱。你是要像沙特阿拉伯迄款的，吼、哦，大家赚家呢，油洗洗，但是出国，人家讲看到你就讲啊，这叛难来啊，做有钱，我滴，你就尽量介绍开个关关，伊拢开起。但是对伊的心肝内底，伊根本无尊重讲啊，这是好嘅人，是有一个水准的人，伊敢知你是好嘅人。
啊，是要让人感觉讲，咱出国，让人感觉哎，这个来自一个有水准国家的人。所以有钱，咱来思考变哪赚这个钱，而且赚太侪钱了后，咱的环境，搁咱来含公园同款。咱的囝囝孙孙是住伫公园内底，唔是住伫工业区内底。住伫工业区嘛是赚足侪钱，但是人讲好，这个所在上好卖去。啊，这个所在好起来，人赚赚的，伊就甲家己厝封起来，全部空调，搁做成病院同款的，迄款无菌操作的滤网。啊，外口臭咪毛，台湾要变做什么款的国家，什么款的社会，咱该大家会用共同来决定。咱看到世界足侪咧，咱是要像澳洲安尼，结果因赚了侪钱了后，因自然的环境、自然的景观拢无改变，啥无改变，未使改变。伊一改变，伊的产业就会出问题。所以咱未来台湾经济要发展，思考的其实这是足重要的部分。咱如何把咱的环境变较好，让人来遮开钱，咱赚钱是因为咱遮水，咱遮有特色，咱遮开钱开了，伊人走啊，物件阁留伫遮，毋是咱伫做物件卖人，啊伊遮产生污染，做人世界工厂，这是上界讲的。咱赚迄叫做血汗钱，啊，所以咱伫世界遮个国家来看，你啊看美国，美国啊前几工飞来一台啊 P3C 的啊反潜无人机，啊咱买12只，咱开偌济只啊500几亿，500几亿的台票去买12只无人机，啊无人机飞落来了后。大家应当有 TVBS 有诶电视看到这个飞来镜头，因为正飞去屏东。哦啊，第一只，这是有唔是普通的飞机，唔是战斗机，迄内底爱坐11个人，11个人够好操作的这只飞机，伊有法度飞去你面顶了后，海底不管你是鲸鱼还是苍潜水艦，啥物话拢掠个清清楚楚。啊，飞来了发生伫电视新闻内底，大家有看奇怪，啊，毋是叫阮记者来翕，啊，那到尾啊，飞行机飞来，点啊，怎点啊，阻挡，叫阮袂使翕，改用翕某一个角度，因咧要甚至迄是美国人开来，啊，怎真正去掠着一个镜头，伊飞行机门开开，楼梯放落来，倒一个美国人放落来，咱大家毋知看到这个影片有啥物款的想法无？伫过去，咱。啊，这个中华民国所有甲美国买的这些武器，除了大批，譬如讲 F-16买60架，60架不可能60架拢飞来，而且 F-16嘛不飞啊，迄种坐船入来，啊，较船大只船，拢是咱派人去遐甲船接倒转来。世界各国去甲别个国家买这款的武器，迄武器各种载炸弹，啊，佮有一寡武装的物件，你服？对方国家的人给你飞来，这算什么意思？正常拢是咱派一组人，因为第一，咱也要开嘛，咱讲开钱讲买，讲不要开啊，这只来唔得做根本。所以咱一定要有法度操作这只无人机，所以咱爱派人去对方的国家干买，啊，先来迄个无人机操作，咩用，学遐清清楚楚，啊，把无人机开动。啊，那美国人个只开来，咱再来赌。这架无人机，我相信未来这12架拢是美国人开，因为啥？是精密武器，那有可能和你中国人帮着手？爱国者飞弹伫台湾都是这款类，爱国者飞弹的阵地全部是美国人伫遐咧操作，无台湾、无中国的兵伫遐负责这款精密的飞弹，所以以前啊，不要你知影，到尾啊，你会发现结果含爱国者飞弹同款，这无人机顶11个。诶，机缘全部拢是美国人，因为你也无人无听讲派人去学嘛，你无你无学，你哪样可以？进前 TVBS 嘛伫啊，别位掀着内底装备，诶，偌复杂呢？啊，你无学，你哪会晓？毋是讲样开分开就好呢？迄毋是烧钱的尔呢？迄内底做者精密的物件，包括声呐、雷达，迄款物件拢爱有长期的训练，你才会看会有听会出来物件。咱开500几亿去买12架无人机，
啊，咱爱卖偌济啊，红海爱卖偌济，遐个物件搞到赚500几亿。啊，所以说国家的经济力无同款的时阵，的差别，人卖你一只无人机，你就要做牛做马做足济物件，卖伊搞有法度赚这个钱回来。咱未来台湾经济要发展的方向，咱来把握一个足重要的代志。咱绝对爱脱离开家想要做人的工厂这款想法。台湾人其实是有迄本事的，伫各行各业拢有足济行业，其实伊做的是别个国家无法度做的。啊，即个赚的钱继续都在咱开，经济发展未来都爱安尼做。所以有两个简单的结论，就是讲，咱要赚的钱，咱必须要有一个永续发展的概念。这个鱼啊，放险了，继续搁伫遐，放险两万人拎住，迄只鱼啊，搁继续伫遐。啊，你若讲哦，来种只黑尾，只人补去啊。咱的九班，台湾的九班十班制，哦，班倒，请人客九班拢伫岛顶，只类都无啊。啊，所以咱要发展啥物款的产业，这一定要放伫心肝内底。咱来，互咱的产业，我都一直永续底下咧进行。第二，就是讲爱发展高科技的产业，爱发展有特色的产业。人卖咱无人机，咱赚足济足久足久，到我都敢买一只无人机，十二只500几亿呢？这毋是一种销售啵？吼、哦，所以这就咱未来台湾要变成世界一流的国家的时阵，咱来知影人一流的国家安那赚钱。台湾人唔通阁一直想讲，我只要认真，我只要拍拼，我就有法度赚钱，还是做戆工、哦啊、所以咱甲即个经济的强甲弱，其实咱用分析出来。咱台湾其实有咱真好的科技基础，咱的产业的规模，这都要考虑。啊，伫台湾有产业规模含世界或者竞争，大概是 IC 产业。吼、哦，产业的特色就是咱头头讲的，爱有高附加价值，平平一项物件，人会用透过伊的包装设计、广告，互大家感觉讲啊，有迄价值，我甘愿开较侪钱。还是讲咱家是特殊气候的产业，台湾含全世界。完全无同款的一个所在，就是咱为热带、温带、寒带拢有，因为咱唔是平，咱唔是像美国讲哦安尼，为北纬几度到几度，伊的土地真宽，咱是真悬，咱是立体。台湾的气候是立体来分温带、热带、寒带，这是咱特殊的所在。所以咱就用特殊的所在来思考咱咩啦，他都要讲迄两个基础来发展咱的产业。过来咱来讲文化，啊，文化真麻烦，到底要用啥物来定义文化？咱台湾即马即个中华民国有一个文化部，而且文化部到底是咧做啥？啥物叫做文化？啥物是文化部所爱管的方的工课？咱用这四个物件来代表。啊，文化的一个程度甲伊价值，但是对文化，咱要互别个国家感觉台湾有文化，咱爱有互世界大家拢会感觉感动的故事，这是一个文化的一部分。这故事是人活伫这个环境内底，因为含伊的这个环境互动了后所产生出来。别个所在所无都感受到的物件，这动人的故事。第二，文化包括啥？包括讲伫这个所在有啥物水的物件。这水的物件包括是讲啊，画图是毋是有人画迄图？全世界看到这个图，就讲啊，这啥物人画？迄是倒一个国家的人？音乐还是自然的景观？第三点，用代表文化的，就是。恁古早时代留落来物件，所有的世界各国，这个古迹，拢是一个足重要文化的一个代表的象征。不一定是同一个朝代，
伊啊留来留来，互人有法度来你遮，因为遮有古迹，代表遮人住伫遮的历史真久。历史伫遮经过，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想法，无共款的朝代，伊又无共款对即个环境想要创造的物件，厝，也是作者图。也是足侪物件，古早时阵留落来用的物件，这种算作古迹。第四种就是都市的景观，咱都市你看一个国家，你甲伊的去设计，你看伊的都市的情形，这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化。好，安尼来看台湾有啥物动人的故事，会用予世界来感觉讲来台湾有这个吸引力。会感觉台湾诶，这个文化有水准。我简单提出一个相片，就是讲这啦，这是台湾常常提出去讲顶诶，讲台湾有庙会，哦，足侪种无同款的庙。有一届一个加拿大诶教授来台湾，迄阵我负责个接待，伊伫搞讲，伊想要看台湾的庙，迄阵伫高雄，我带去迄个东龙宫。伊讲伊是伫加拿大是研究道家的。去东龙宫，内底东龙宫看一个哥哥来参观，欢喜甲甲伊所有会用送的物件拢摕来送伊。符啊啦，啥物图啦，啥物你可我送一束到老啊。这对世界来讲，这敢是一种人感觉较高水准的文化。大家感觉看卖吼，咱嘛因为这七爷八爷有足侪故事吼，而且另外就是讲台湾有一挂故事是咱高山族原住民留落来，咱来比较看卖，遮个故事的内容，倒一个互你感觉，互你的感觉，即个故事听了会感动。也是听了会惊吓，咱来看英国，英国有即马阁有皇帝伫咧，这是伫白金汉宫外口卫兵交接的相片。当年都有足济人，足济人，敢若走来遮想要看卫兵的交接，是安那？因为卫兵的交接代表着即个方式的存在，伊包括遮，还阁有足济所在，包括。在英国有一个伦敦塔，伦敦塔内底有足侪足侪故事。我伫英国留学时，常常爱去看遐旧厝、大间的厝、古早时代好家人住的厝，啊种贵族住的厝。你去到遐一天，你会听到足侪足侪故事。这些故事拢是你讲这个所在所留下发生过的代志。你看看。即个白金汉宫的卫兵交接，伊和别个国家的卫兵交接有啥无共？伊唔呐卫兵交接尔，伊卫兵交接代表这仪式的后边是作者皇家的故事。咱过来看艺术，艺术内底图，大家看下这幅图，一定知影这项画。敢有人唔知影这项画？梵谷，梵谷是倒一国的人？荷兰人，这个梵谷画这图，这可能是全世界啊。我应该去荷兰啊，专门去梵谷的美术馆，内底东西伊的图较济，伊的纪念馆内底拢伊图。迄阵啊，导游甲阮讲一个概念，讲一个画家伊的图有价值，有几个条件。第一条件，这个、人爱巧伊啊。巧的意思是伊袂阁画哦，就是纯正哦，这就是全部。第二，伊的图爱作侪，你若加一帮，你是咩炒作啦？我卖乎你，你卖乎伊，伊个帮图卡那些卖，都是遐个钱啊。但是梵谷画作侪图，所以三不五时就一张摕出来卖，大家去对起，对起，这张图比这张较水，和这张阁价钱较悬，阁摕一张出来，这张阁比这张较有特色，阁阁较悬。所以要炒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，第一，伊也肯巧伊；
你要画的吼，你都要等等下一翘去，迄、那个图的价值才会出来。第二，这作家画家一定要画出这图，你若画一半就无效吼。所以让大家看到梵谷的图，当然以画的图作为特色。啊，这个特色因为梵谷，所以大家看到梵谷，知影讲啊，荷兰人作个画图。我去荷兰参加研讨会，迄阵在底下待十几天，待十几天底下砖卡同款有艺人有美术馆，四界拢有画家，拢伫画图啊，观光客去，感觉即水即幅图水，就去买回去。买回去了后，等等候即个画家敲伊，介绍就起起来哈。啊，所以你要看。这就是代表荷兰的文化之一、哦、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大家一定拢知影，无人唔知影，唔知影可能无法度活在这个世间。这是达文西画蒙娜丽莎，即马藏伫啊罗浮宫内底。看到这幅图，大家拢知影是像画，啊像代表迄个国家的文化。过来就是这张乌乌就是音乐啦哈、哦。我本来啊、这张就是要放咱。台湾有艺术，予人感觉，这个国家的艺术袂歹，有予认定过是世界一流水准的艺术无？这张乌乌的其实是要放一个八部合音啊的录音带吼 ，YouTube 的录音带予大家看，因为他拄仔大家已经听过郑州长伊无八过，啊，内底有足侪种无共款，有老人的吼。啊，有少年的，有囡仔的。这个我本来要放的，这是迄阵伫巴塞隆纳奥运会的开幕曲。伊给咱啊一挂啊阿美族的长老，伊系老一辈的八部合音来做开幕曲。利用开启奥运会做开幕曲，要放予全世界的人来听，代表啥？代表这个艺术。是予认定有水准的，啊，无伊袂提起迄款国际场合放予大家听。所以台湾的艺术有啥物物件，有捌徛去咧国际舞台，予人认定讲这是好的。咱即马讲到尾啊，你会发现代表台湾的艺术和中国的遐留落物件做一个分割，其实台湾。留下会用代表台湾的，啊，像高山族原住民这样艺术，啊，所以咱来对高山族原住民这所留下的语言文化，爱好好保留，这是咱台湾的特色。咱即个去美国开酒会，大家嘛看到，八月十五去日本，祭拜啊靖国神社，啊，佮拜天皇的墓，咱嘛看到。其实对外国人来讲，你看到的，你拢同款穿西装。一点啊都无遗憾，你只要穿原住民的服装，大家感觉哦，足奇奇，因为啥？穿西装的因国家内底太侪啦，全世界一堆穿西装的啦。啊，但是都无人穿迄款啊，迄款就是台湾的特色。台湾未来要徛起国际舞台，含人无同款，咱高山原住民的文化是爱咱有法度提出个物件。啊，过来自然的景观，自然的景观，台湾都真济啊，和世界无同款所在。即个玉山，玉山伫全世界内底是一个有名的山。咱来记哩，迄个啊，全世界为滴比讲，迄前十大世界美景，玉山才是点啊，走咧前十名咧。所以这是咱台湾一个骄傲的所在。咱嘛有足水的海。咱的海，足侪种无同款的特色，有珊瑚礁，有沙岸，有沿岸，啊，有足侪种一个别个国家，你可能爱哦，飞足远足远，到都看到无同款的海花。伫台湾，台湾坐一日那偌久？你环岛旅行一日那偌久？几工尔？几工你都法度伫台湾看到全世界所有你看得到的海的迄款的。啊，无同款的风景，咱山内底嘛有足水的风景，咱有足水的动物，即只啊叫做地质啊，咱台湾有只鸟叫做蓝腹鹇，蓝腹鹇是足
高拐鸟啊！我之前伫山顶做调查的时阵，拄着蓝腹鹇，总足头疼，因为足白目，伊啊人啊行过啊吼，伊就哼哼啊吼飞来啊，啊伊飞拢无啥声，又为你后壁飞来，啊你啊地无啊，伊就个无啊夹去，你有啥物件吼，会向夹去，伊就用脚甲你夹去夹走，啊夹去哼哼哼，互你去捡。这款鸟啊，英国人爱赏鸟，这款有这兴趣的人，伊甘愿开100,000块的台票，甲即逝来台湾佚佗，就叫导游带去山顶去看蓝腹鹇。台湾有这款我吸引别人来观赏的水的动物、水的风景、水的山，咱海底嘛是同款足水的。咱的垦丁其实永春。永春是当时，永春伫核三厂起进程，核三厂运作进程，垦丁其实是世界真有名的畅水的所在。所以你若去垦丁，其实即马已经拢改变足济啊。我遐有熟悉一个畅水的教练，伊捌伫南湾，就伫南湾的河边去买一栋别庄。其实，迄栋别庄当初是一个外国人来遮起的。啊，所有的内底建材，包括水龙头，拢为外国进口来。啊，阮去伊遐拢爱伫遐个租房间住，因为畅水拢爱两三天。第一届我去因家去伊迄个民宿住的时阵，拢爱讲头家啊，无你这喇叭设开关伫倒啦，设了煞袂滴出来啦。伊毋知你要几代，迄台湾无迄款喇叭设啦。要洗用裤袂晓洗啦，水龙头袂晓用啦，烧水伫倒完全袂晓用，完全所有物件拢进口的。是安那有人外国人会伫遮伫南湾的对岸路边起一间别庄？伊内底别庄上界大的特色，毋是遐内底遐家具甲用具，伊是一个楼梯。迄个楼梯是螺旋形的，迄楼梯是用手工拍造的，做起来。用手工拍造，做甲迄个楼梯都扛落到下下，而且伊个时阵人行了阁真舒适。听讲迄是一个艺术家替做的，啊，阁符合人体工学。听讲迄个楼梯开上侪钱，啊，伊是啊外国人会伫遐起一间别庄，伊敢要住伫遐？伊毋是呢，伊是有闲要畅水来遮住。到尾啊，因为咱垦丁的珊瑚礁。有迄个核三厂，伫遐珊瑚礁规个生态拢变化去。即马嘛是足侪人去遐畅水，但是大部分拢是台湾人较侪。啊，遐畅水，遐外国人拢走去台，走去东南亚，无会走去绿岛、南苏、绿岛甲南苏，啊，佮有保留咱台湾真水个珊瑚礁。全世界个珊瑚礁，台湾甲大堡礁唯一这两个所在，一个珊瑚礁内底。有几啊百种的珊瑚，咱来看这个珊瑚礁。如果这个珊瑚礁面顶的珊瑚阿公一种，你看起来什么款？就足单调的哦，拢一种哦，全部干一种，看起来是毋是真无趣味？但是台湾和大堡礁是世界唯一两个所在有几啊百种，所以你要看哦，这款好，这款的珊瑚礁畅水，人潮来较有趣味。所以古早时代伫核三厂运作进前，1973年进前，伫世界有名畅水的点，即马大部分人拢袂来遮，大部分拢走去大堡礁、哦、所以台湾的自然景观，坦白讲，对世界来讲是有伊的特色，啊，嘛有咱的优势甲骄傲的所在。啊，你看这個，你若去英国，常常都导游会带你去这所在，这所在是啥？这个巨石区啦，叫 Stonehenge。这所在是啥？这个、石头一支一支，这是超两三人高呢。啊，英国人一直怀疑讲，这一支一支，迄个用巨石文化时代，就讲有一个人类发展的过程，有一个时阵，大家感觉大粒石头有代表的意义，哦，伫遐祭拜，还是讲要做一个权力的象征。哦，爱就出去做大粒石头来摆一个阵势，来代表伊的成就。这其实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，目前还佫无一个定论。但是大家看这支环，
伫古早时代也无怪手，也无吊车，即支环啊吊两三人悬去环伫遐，咩环去？人也无遐悬，吐袂起去哩。啊，这石头足大支个呢。啊，这河啊，这边啊拢无物件，干即个。这对英国来讲，足济人就是专工要看这人类留落来自然景观甲人类遗产。这是英国的砖卡，啊！你看，哦啊，真水啊！天气安尼哦，光线啊，住伫遮，看伫遮，感觉哦，人伫这所在，感觉家己较像人，毋是住伫一个人啊底。伫英国四界，你行出去外口，行较郊区，大部分拢像安尼。所以我伫英国留学时，真爱出去散步，因为出去散步一去。就是像这款风景，会用行足远、足远、足远。啊，伫英国养成足爱行路，伊伫遐行路足爽快。天气阁袂热，日头袂遐炎，啊行啊拢一款青翠的所在。我感觉迄款所在才是人住的所在。好、哦，过来咱来看古迹。哦，古早时阵留落来物件，台湾有啥物物件会用予人感觉骄傲？咱拢是庙，大部分拢是庙。啊，你去庙的感觉安怎？你去庙的感觉啊，除非你有迄个信用，啊无，你也用一个艺术的角度来看庙。咱台湾的庙其实拢足乱的，阴碰碰。当年的过年，啊，初一台湾人拢爱去抢头香，有无？啊，我因为无和我妈妈住做伙。过年我回家裡，啊，我媽媽初一一定整個家口要去拜拜，這間拜了換那間，那間拜了換那間，我只要去拜拜，我都說謝謝，啊，我在門口等你就好，是怎樣？我還沒走到那粉，啊，香照燒出來的粉根本就沒辦法在那裡喝燒，但是咱台灣廟就是這樣，看起來都不很清爽的，亂，啊咱感觉讲，这就是一个传统。感觉信用一定要用到这款型吗？无一定哦。咱来看日本，日本嘛作侪庙，嘛作侪古早时代留来物件。你看，人日本都有法度甲因古迹用到纯安尼清气淡淡，看出来都那一个艺术品安尼。咱台湾的庙都有个是艺术品，其实就是去看迄藻井，就是看里面第一个。湖顶过了，看面顶，迄雕刻甲真水的物件，但是遐真水的物件，拢去有遐香熏到乌嘛嘛。啊，遐艺术品，结果因为咱的习惯，造成遐艺术品变作看起来安尼垃垃圾圾，啊，看起来无啥价值。但是伫日本，你看人有法度甲变作安尼。这古迹，伫说啥物说？这张是我翕的，啊。我人无伫内底，但这张是我翕的。这张伫倒，这张就是英国尼斯湖水怪。迄尼斯湖的边啊，有一个古堡，啊已经海去啊。啊，伫英国这款叫做 relic， 就是废墟。伫英国伫游览的时阵，定游览的所在，拢爱讲废墟。废墟有啥物好看的？废墟真趣味哦。我记啊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啊、有诶教堂现在无厝顶，已经变废墟。因为厝顶古早时代拢岩造诶，岩造诶厝顶有法度防水，雨甲袂流落来。啊，雨岩造诶厝顶，只要发生动乱，岩就有价值诶物件。砖啊角无价值钱，岩迄是金属有价值诶物件，第一会去用偷摕去。啊，是讲我攻占这个所在，会把这岩的厝顶拆落来，因为这是有价值的物件拆走。所以你伫遐看一挂废墟的教堂，是安拢无厝顶，因为拢岩造的，所以拢无去。啊，这个较严重，规拢崩去。但是你去看这个所在，伊简单徛一个人，这个人伫遐吹苏格兰笛，大家有机会去啊、英国苏格兰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叫做 Inverness。这个所在去看尼斯湖水怪群，你一定会有这点。尼斯湖是一个足奇怪的湖，
我第一天去的时候，跟我和我太太两个在湖边，两个没说话，这世界没声音，一点声都没有，糖球的声，还是说风吹，完全没声。你在那种地方，你会发现人和自然都变成一体。你那种风环境，你会觉得整个人怎样扬起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不怪在英国很多哲学家先生，他们的环境就让人和环境变成一体，人不需要竞争，因为你看一切的地方，你会觉得全世界你所看到的范围里面只有你而已。在这个地方，他这个废墟大家看什么意思的，他这个采一个在那里吹苏格兰地，完全把历史那些影子全部揪揪回来，他透过音乐，透过这些景致，让去看的英国人感觉回到在那时候古早时代那种感觉，把英族这种感觉，那个古迹就变成有生命。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在我读书的那个 York， 那个 York 的center 里面，像都那个市区里面有一个这个，这叫做 Cliff Tower， 这是一个塔，这塔就是当初罗马人来攻英国的时候，英国人打输，招待招家门关起来，这外口有一个河，现在河已经填起来，但是你看你现在走在这边要把它攻起来，要背这个架，背这个架，而且这样关起来。我在那里读三年，我有一天我总一直想要进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里面要开钱，结果一天我动不住，说这样呢，围到这样里面不知道什么好看，结果里面什么空空，一个空空空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但是这代表在 York 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古迹，这代表这过去英国人 York 这些人去给罗马人来攻击，走进去这罗马人退退之后英国走出来，这是英国人英俊生活留下来一个很重要，而且它的建筑也很有特色，一个圆圆，这是一个圆圆的塔，所有的百姓要逃避罗马人的攻击，大家都走进去里面来这里避难，所以刚在这里就很多故事。英国人怎么处理这个 Cliff Tower， 你看这是寒天，这我寒天，其实跟春天的时候过几年全部都是黄色的，因为这绿色的全部都是水仙花，所以到春天水仙花开的时候，整个现在绿色的时候都变成黄的金黄色的，所以它造成这个，而且每一年的春天水仙花开的时候，它会在这里有一个活动叫做 Bonfire 就是放烟火。我第一年去英国留学，第一年都拄到迄个 bonfire， 有够意义，有够水的。bonfire 当迄个时阵来描写讲，伫当初罗马人来攻击时，安那发生战争，迄是一天的活动 ，AM 甲放烟火。所以你看，人利用这个内底啥物拢无哦，甲空空剩一个壳，有法度变成你也去。York 游览一定要去看的一个地标。咱阁来看咱吉亚路，这是英国的吉亚路，伦敦，伦敦是因首都。看起来，那根本无闹热，但这是首都哦。你阁看有看板无？我看无看板，应该免做生意，应该免开公司。伫英国，咱知影有一间百货公司叫做 Harrods。哈罗斯听讲，去英国的人去伦敦一定要去一间买物件，因为啥啦？你去买伊红茶，伊红茶就是英国女皇啉的红茶，所以你会用甲提当甲你的亲戚朋友讲，我即摆啉的红茶和英国女皇啉的红茶一模一样，人变一个。哈罗斯号称是全世界唯一的百货公司，你只要想会到的，伊拢好都卖你。包括啥？你叫哈罗斯讲，我要买一只枪。伊毛都应付你，而且哈罗斯的头家是足有名的，毋是有名，是因囝有名。因囝就是戴安娜王妃迄阵伫法国出车祸死去迄阵迄个男朋友。所以哈罗斯伫全世界是足有名的百货公司，你去看迄间较有名的百货公司，伊的看板偌大块，
到吐出来半路，和全世界中哈罗斯一家无。英国的都市的景观大概都是安尼。你也看教堂，伫都市市区内底有一个教堂，啊，你感觉会怪怪袂？袂。好，咱来看，这看到你，你就知影这一定是台湾。AM 看出来是安尼，其实去日本看 AM 嘛是像安尼。啊，你是看嘞？哦，原来全世界扛棒拢伫遮，别人诶拢无采扛棒，都是台湾诶扛棒。你看即块扛棒，人采伫遮，伊就采伫遮；人采较入去，伊就采较出来。台湾人拢惊，阮即间店伫倒，你毋知？我伫卖啥，你毋知？即款诶想法造成大家扛棒一定爱安尼采，啊，无用炸着安那。啊，其实做生意一定爱用扛棒吗？在外国，其实人的扛棒所有拢是平，拢是搭伫个建筑物的面顶，足少看就吐出来。因为吐出来真麻烦，因为吐出来即个空间唔是你的哦，即个空间吐出来空间是外国我公共的哦。你所拥有的是你的壁，迄墙迄是你的。啊，所以在外国，其实即个去美国。华盛顿嘛，是安，大家感觉哦，我看个都市，看个足清气个，就是因为人扛棒拢照起感觉，拢挂平，拢搭伫个壁顶，而且人时啊会互你知影，我伫遮咧做啥物生意，有啥物开啥物公司，伊咪透过扛棒互知，人透过广告，我有地址就找到嘛，大家毋捌伊。咁看袂到门牌号码，也是讲台湾门牌号码是真歹找，所以顶下直接带咧看嘛，哦，目镜店。所以伫外国，因做生意的方法概念和台湾人完全无共款。即款的做生意的概念，都是战争的概念，就是争夺地盘。你一只，我著甲徛较悬咧，我徛较悬咧，啊，好，互你抓着，我徛较出来。这是完全惊人毋知影的做法。啊，今日唔知影啥，你生意做了无好嘛？你想出路，就是想这个步，安尼敢做较有生意，无一定啦。未来台湾的都市的景观爱全部安尼改变，大家都要改变这个观念。咱要做生意，咱唔免砍板踩到足大地，人家知影你之后你创啥。啊，过来。他对咱来看，咱个文化的方面，咱来了解台湾，其实努力的空间还阁真济。好，过来咱来看国民的能力。哦，国民的能力，国民的能力内底，咱来看，咱伫报纸顶来看，哦，咱出国比赛得金牌倒转来，得啥金牌？发兵奖啦，吼，哦，安尼拢是安尼，足成世界比起来，咱程度真悬啦，吼。国民的能力安那来比较，咱即马其实你也伫啊大学内册，尤其是科技大学内底，你就会知影讲，即内底啊，即发兵比赛啊，足侪拢假的啦，迄叫做参加奖啦，就是讲大家参加啊，就拢金牌，就是、用钱去换金牌啦，啊，造成足侪学校已经知影即空棒，当然世界有一挂较优秀、较一流的。比赛，迄个真竞争，但是有足侪东南亚啦、东欧的啦，迄款的发兵比赛，足侪拢去提钱换金牌。好，就算是发兵提金牌，咱来看日本。日本伫伊的科技、伊的国家的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有一段时间，大家讲日本人叫做 Mr. Kobe， 就是讲研讨会。大家去参加的时候，后日本人伊拢规团呢。啊，这张你讲，这张后换一张，你就看规景的闪光灯噼里啪啦拢欠这张。日本人去参加人的研讨会，一挂啊科技的发表会，拢把这些物件欠欠等于，欠欠等于了后创啥？去 copy 了，小阿加改一下，就变成一个新的物件出来。所以，但是啊，你甲看日本一顶阵。咱用一个世界标准，就是讲日本人到着诺贝尔奖，伫科学内底贡献，伊到做甲予世界认定，伊有得诺贝尔奖。其实伫迄个 Mr. Kobe 的时代，完全是无。日本人摕诺贝尔奖是最近的代志，
伫旧年有一个诺贝尔医学奖，啊，前几年啊嘛有一个诺贝尔医学奖，啊，但是足少足少，但是开始有啊。台湾有无？台湾直接发明这个物件，其实是含伫啊日本迄种 Mr. Kobe 的时代足少想。你只不过把这个物件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去使用，来去利用。啊，遐个减一个啦，变较细台啦，啊，变较轻啦。但是你有发明什么物件，和全世界会用解恶无？诺贝尔奖的研究，就是以甲咱人类的知识内底，唔知即个问题甲解决，唔知代志甲变作清楚。啊，即个清楚了后，所产生出来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。咱讲一个咧。咱讲即马刑事案发生的时阵，啊，刑警去，即马永存，咱也看高扎雪山八号分析，迄第一件警察启动通啥？其实白粉，一啥？指纹。警察去搜证，第一件代志就去看有指纹无？啊，但是伊也挂手套咧，哇，歹势，手套伊都抓无。啊，即马刑警刑事案件第一到现场。种啥？采集 DNA 的证据，看他摸摸死者在指甲内底有皮屑无？有卫生纸无？有血无？把这些物件都拢捡起来，种啥？你只要有一滴血，伊就要决定这滴血是谁的，是死者的还是别人的？在这内底死一个人，这滴血唔是这死者的，安尼就有可能是。嫌疑犯的未来啊，你也做一个嫌疑犯。你讲不是我杀的，啊，不是你杀的，你的血哪会滴滴现场？你的解释，你也无法度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哎，这就是你啊！啊，所以 DNA 的证据，在这个时代是变作一个你无法度去照相的。啊 ，DNA 证据是安那有法度即卖变作一个纯英俊，哎，做指纹感官哈尼啊方便。而且政治的迄个力量较悬的物件，最主要一个技术，迄、那个技术有得诺贝尔奖。迄、那个技术得诺贝尔奖了，发展出来即马全世界足侪代志拢改观，生物科技足侪因为这技术的发展完全改观。发明，你去干那发明，就是甲原来知影的物件，哦，即只刀啊，较顶个两只脚摊开变作椅啊。啊，个开放一个碰意，碰成变成名称，这是啥？这是把已经知影的物件用途甲改变。这款的国民能力，伫全世界来讲，他们讲是足够改善的。以后摆所产生的力量，诶效应是有限的。所以咱未看到台湾囡仔较侪去摕到发明奖，咱会感觉骄傲吗？咱会用感觉骄傲？但是别用感觉做安尼不安逸，因为发明唔是有法度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。咱来创新，爱把新的事物创造出来，这才有法度彻底。像咱头拄讲的，人美国人卖咱一只可能卖十二只可能去五百几亿，咱来卖偌济电视，爱做偌济物件去卖伊。啊，你用发明，就是你做较低阶层的。利润的这款生意，咱也有法度创造新的物件。坦白讲，加迄个概念，也是讲迄个专利，咱都有法度赚足侪钱。啊，赚的钱拢是免成本的哦。好、哦，昨下大家有听啊、咱徐格林啊副主席的演讲，伊有甲大家讲，迄段段要入去办公室，伊讲，迄个食品，刚好甲你问讲，啊，你的材料偌侪钱？一个足水的图，你也要去看讲，啊，无你这张纸偌济钱？啊，价值都唔是张纸啊，嘛唔是遐内底遐个迄、那个色彩啊。那价值是把这物件组合起来，迄、那个画家的创作能力的价值底下，发明唔是迄款的，所以咱必须要区分发明。啊，甲创新其实是有足大的差别。咱唔好去学只个，感觉讲哦，咱台湾已经真牛啊！台湾离世界一流国家的水准、国民的能力比较起来，啊，佫差足远。过来，咱来看人的素质。
咱做够趁钱，做够趁钱，趁到尾，大家是拢变自私自利，为着家己好。咱即马来受训，感觉讲解决台湾的问题，就是要靠这套法律的论述。咱来了解台湾这块土地，毋是咱的，毋通伫遐哭哭撞、乌白浪，想要独立，伫遐话要台湾要独立。咱感觉这个论述是对的。哦，啊，等于结婚，等于你就较紧去找人讲。我咧讲，我最近知影讲，台湾这块土地原来是日本天皇主权，伫日本天皇手头，目前被美国占领。啊，想要甲你熟悉的人啊，介绍同款来啊，受训申请身份证，来共同打拼这条路。你会拄到足侪人，甲你讲，正对啦，无唔对，你讲的我拢爱同意，我嘛感觉中华民国。啊，这个不是一个国家，啊，但是吼，我这样过了好好嘞，吼、哦，我都无啥想要改变嘞，吼、哦，我嘛赚足侪钱啊，我做州长以后，有一届伫电话内底，甲一个啊，东兴的囝，一个妈妈，伊甲我讲，州长拜托你甲阮囝讲，阮囝是主科伫做工程师，我甲讲。伊拢搞骂，我叫伊倒来参加受训，爱了解这论述。伊拢搞骂，伊讲我是笑的。就对你敢会用甲讲，因为因囝啊是硕士，啊就对你是博士，啊博士应当管硕士管会过。你甲讲应当讲会行，我好好好。啊，我就找一个时间敲电话给因囝。啊，因囝讲，妈啊，歹势，互我用电话，所以伊为因兜敲电话给我。我讲，我迄阵啊，甲伊讲点外钟。讲到剩半点钟的时候，我开始抓狂。我从来唔捌为着讲论述讲骂啦。你要听你就听，啊不爱听就卖听，不爱听五分钟就结束。迄个是因为妈妈甲我拜托，所以我一直啊回答伊所有感觉讲啊，迄有影，迄无影，啊那那的代志，全部伊的疑问，伊感觉讲好啊，安尼我无问题。我讲你无问题，啊你会用来参悟咱这个。想要改变台湾政权的活动无？伊讲我较有迄个需要，我正生活足好过，我要出国就是出国，我未来提啥物啊证件对我来讲一点仔影响都无。我同我俩讲，我讲你这人这样自私，我隔壁啊含我底下的副州长笑甲讲，后人州长敲电话讲咩，我讲我挡袂牢，自私。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真严重的问题，因为自私，所以咱无集体团体概念，干嘛讲我家己好就好，我家己有钱通赚，有钱过了生活真好就好啊。咱因为无团体概念，所以拢敢看到目睭前，敢看到咱眼前讲我好多过生活，你无想到明仔载啊一个政体啊去扮演去台湾个咧卖予中国，看你外口赚。你嘛是变作理念共鸣，啊，因为咱无遮个观念，唔知影这连带关系，这是啥物原因？因为咱无逻辑的训练呐。拢甲想讲看到这项，无感觉这是有牵连，原因是啥？啊，所以咪安尼成为一流的国家，咱爱有两个足重要未来教育的重点，一个就是爱美学的教育，水的物件，互你会感觉有一个逻辑。有一个规矩，有一个水准，有一个迄个内涵，爱有理性的教育，互你有法度为状态思考伊的原因。你袂互表面物件骗你，你袂互人家讲两句话，你就对你哭哭撞。你会去思考内底讲的有道理无，有证据无？所以这是咱未来要成为一流的国家。咱看一流国家的标准伫倒，来看咱台湾即马应有的啥物件，咱看咱未来要努力的目标是啥物物件。啊，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啊，我就讲到遮，啊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